刚刚看了一下，这里叫艾肯打板，这个打板北面，哎呀，不应该是北面，我想上北下南，东面，它的东面就是，还草还没有长出来，还是一片枯黄，但是过了打板的西面，马上就是一片春意盎然，包括树啊、草啊、花啊都开了，而且气候也很温和，只能说是温和，因为不是很热。但是到打板的东面，前方经过弯道，就马上变成这个冰天雪地，而且很冷。你能看见我的衣服变化？我那个在上午的时候我还没有穿这么多，不是上午啊，就是没过来的时候。过来这个打板之后，你看这远处的雪，满山遍野都是雪，真的很神奇。我们中国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，这个地理啊、气候等等等等，很有意思。你们很多人可能会想不到，现在你们前方行驶缓慢，长度300米，预计通行时间1分钟。现在你们在南方的艳阳高照里边，你们已经进入夏季，但是这里竟然还有冬季的印象。隔了整整一个多的季节，啊，这里边还有雪，南方已经是到那种穿着T 恤衫、大裤衩、人字拖，是满大街撸串时候的感觉了。现在这边还是满山的积雪，真的很神奇。和大家伙说，我来新疆，我是来看草的，看葡萄的，看树的，看草原的，看花的。我绝对不是来看雪的，我是一东北人，我们家有雪。你们看，下雪了，来的时候挺好的，挺绿的，到这下雪了，你看这雪，看。哎呀，新疆的雪也是凉的呀。下边是草皮，你看这草皮里边草都已经长出来了，看，哎，这草已经长出来了，但是外边下雪了。你让这草情何以堪？草说我是长还是不长？长吧，外边太冷；不长吧，到时候了。哎呀，太纠结了。草自个儿都说，我刚出来挺好的，长着长着下雪了，回不去了。哎呀。其实，这个雪下边的草已经都长出来了。
你看这草，这草都是绿的，草都长出来了，真的长出来了。你说草都长出来，又下雪，哎，让草青黑一看啊，那边还有两个房子，但是现在没有人住，应该是牧民的。山上也都是雪了，山上也都是雪了。我们真的不是来看雪的。上得去吗？上！哎呀，完犊子！海拔有点高，海拔有点高。我闯一闯啊！来车了，有车。后边有石头。一闯就来车，一闯就来车。看着，得上去了。油标已经闪灯了，但是好消息是，前方已经看见加油站了。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，我看见了一条三条腿的狗，然后我给了块点心吃，挺乖的这狗。去吧，去吧。可听话呢，李秀不干了，那点心给你，你又不吃，